新人期待我要上相亲，咱们屯儿不见不散。我要上相亲，选拔开始。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由全球补水领先品牌温碧泉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2013辽宁卫视大型喜剧真人秀节目《我要上相亲》。各位好，我是恋恋。大家好，我是秘密，再次欢迎大家。经过了重重的选拔，今天《我要上相亲》已经来到了半决赛。可以说距离咱们所有百姓喜剧达人进军相亲的梦想是越来越近了。再次感谢简单快乐幸福中国老村长酒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了。好，接下来我要上相亲，现在开机。好了，现场所有的好朋友拿出我们本场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天三位主审闪亮登场。好，第一位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著名电视评论家梁宏达老师登场，欢迎梁老师。我想跟这个现场的观众朋友说两句。这个我最近听这个消息，我要上相亲，咱们这些草根演员呢，演好了不仅能在这个节目上得到一定的荣耀，哦，还有可能上春晚的。哇，他为啥上周我都不敢说这话，因为这周我们三个评审里头啊有一位升官了，大伙都知道是谁，知道当导演了。所以一会儿您要是喜欢哪个草根演员，你就使劲鼓掌，使劲忽悠，给那个导演压力，大伙说好不好？好，好，谢谢梁老师。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老师，有请。姜昆老师好。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乡村爱情的总导演，著名表演艺术家，著名喜剧大师赵本山老师登场。欢迎三位评审老师，请落座。没错，今天是我们的半决赛。随着比赛越来越激烈，同时我们的赛制也有所改变。没错，今天呢，进入到半决赛的四位选手，首先先会两两出场，进行一个乡村爱情片段的表演。接下来，他们将会各自为战，进行他们带来的即兴小品的表演。最终，让我们所有的评审老师在现场决定，四位选手将会有三位进军到乡村爱情三个总决赛的名单。这个我们乡村爱情啊，有一个制胜的法宝，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什么？就是在每一步当中都会有新的角色加入到其中。你说这个真的哈，比如说像王天来啊、王云呐、这些角色都是逐步的加入到乡村爱情的故事当中。就比如说今天咱们这四位选手，不也正在努力着吗？对不对？其中有一个角色呀，他那一进入，改变了我们整个乡村爱情的局势。你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谁呢？他就是关婷娜扮演的杨小燕。杨总啊，没错，
你别说哈，杨总这个角色刚一出现在咱们乡村爱情当中，就把咱们这个王大拿先生迷得神魂颠倒的。这王大拿董事长是单身，迷得神魂颠倒呢，也理所应当。对 对。但是有一对两口子因为杨小燕急眼了。还有这事吗？来，咱们一起回顾一下这个经典的片段。媳妇儿，我能不知道她叫啥呀？叫啥呀？姓杨呗。叫啥呀？叫杨小燕。叫啥？杨小燕。就这小人这牌谱，就他这身形，就他这穿戴，他绝对不能叫杨小燕。那你说叫啥？那得叫什么？杨玉环、杨八姐、杨三姐什么的。拉倒吧，这一会儿你还得整杨贵妃上去。真的叫杨小燕？告诉你，就叫杨小燕儿吧，你看，绝对不可能。我得下车啊。跟那谁呀？广坤。不认识。广坤啊，广坤，回来那么晚呢？那谁呀？啊，我们家老头。你老头啊？啊。广坤。你也对杨哥有啥想法吗？他现在不敢回答，这都是次要的。我通过永强他娘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通过重生考验的百姓喜剧达人，挑战刘能角色的赵博和挑战永强娘角色的张瑞雪闪亮登场。尊敬的评审老师，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葫芦岛的张瑞雪。我是来自铁岭的，我叫赵博。挑战生活，挑战自我，秀出魅力，博得精彩。今天我挑战的角色是刘能。我今天演永强他娘。咱俩这拉手是不是不行啊？不妥。嗨。希望大家支持我们，谢谢，一定会支持你们的。今天二位可以说是有备而来，那么为他们二位助演的呢，就是坐在我身边的唐建军，掌声欢迎三位的表演。来吧。那什么，你们姐几个唠着啊，我接我们家那死老猴子去，这家子从上海回来了，我要不去这又得挑啊。你先唠完没事上我们家唠嗑去啊，你几个啊。哎妈，这都几点了，这死老头怎么还没回来呢？你说好，象牙山到了，有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广坤，广坤，老常啊。哎，阿密啊。哎哎，我要下车了啊。哎，有空上我们就去。行下车吧。啊，哎好。哎，底下那女的是不是喊你呢？哪个？就那女的，那小老娘们啊。我不认识。再见啊。好，宽宽呐，你看我给你拿着。哎哎，魏大姐，魏大姐，你刚是不是喊他来着？啊，你他啥人呢？你那不你们家老头子吗？哎呀妈呀，大姐大姐大姐别走。妈，大姐，我不得不夸你一句，你太上相了。是吗？就你跟那照片里哈，完全就俩人，我跟你讲，大姐，真的。哎呀，这这么欠儿，车开了，车开了啊！我不管那么多。哎，不是，哎，啥？拜拜，姐。我这刚在上海回来，上海跟咱们就真不一样。谢广坤，我跟你说，那太谢广坤，这样啥舌头？谢广坤，来，啥？啥呢？怎么这么没有素质？
你是不是有啥事瞒着我吧？不是，这眼睛啊，不对，肯定不对。你刚才是不是躲我来的？你说不说？我什么时候？你心里肯定有事儿，你说不说？我能有啥来着？我刚回来，是我刚办完事儿回来，没有什么事儿。不可能，事儿都办完了吗？这不什么玩意儿？不可能啊！我跟你说，你别听车那老娘们跟你瞎说，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照片的事儿。哎，我哎，听见没？干啥？我问你照片了吗？不是，那我说秃噜嘴了、啊。不是，我说你别秃噜嘴了。不是我没啥照片。不是我真没有。给我拿出来，别扯，没有啥。你听我说，不拿是不是？我能有什么照片、啊？不拿是不是、啊？拿什么了？你这娘们怎么？这得让人笑。你给我拿来。你撒不撒手？你看，你给我拿来。那也没有，败家的玩意儿你是。翻吧，在哪呢？翻。是不是搁身上了？啥玩意儿啊？什么的？你干啥呀？哎呀妈！你吓死我了！你这搁哪儿了？我坐等你，让人看看。哎呀，谢小宽，谢小宽啊，这啥玩意儿啊？那不照片吗？你还问啥呀？我问你，这女的谁？小燕，喂，杨总，杨总，杨总，这是上海那边公司的杨总。谢小宽，那什么？你臭不要脸！不是，你听我说，你臭不要脸！你看这，你看小燕还杨总，不是照相行啊？照相行，你瞅瞅你这。你瞅那脑袋上那几根毛都立起来了、啊、你这什么话呀、啊、我跟你过这么长时间了，你什么时候脑袋上那几根毛能立起来我能不知道？你吧，你听我给你解释怎么回事呢。人家上海那地方跟咱这不一样啊，上海那就风大，都海风。哎呀，我正照的时候突然就来一股风，叭就一刮，我就歪歪了，我就这么的。还歪歪了，歪歪了，咋不一使劲把你脑瓜刮丢了呢？那个你飞啊，谁脑瓜刮丢了？脑瓜子？呀，广坤呐！啊，啥时候回来的？我是刚从上海坐飞机回来的。坐飞机呀、啊？对，就是在大顶上飞的飞机。落咱村了。会说话不？不是，我就说啥意思呢啊、哦？就你这欢迎仪式可挺别致啊，人下车吃面，你下车挨骂。别说别的，拥护啥呀、啊？啥玩意拥护啥？拥护啥？拥护啥？问他，他知道拥护啥？你跟人说拥护啥？不用问了，就广坤这人品，肯定是在海上没干啥好事。说啥呢？谁没干好事？你起来。我干嘛好事关你什么事？我告诉你，我谢广坤。人正不怕影子斜，你可拉屁倒吧，你那影子压根就没正过。啊，这是我打你，知道吗？老刘，我告诉你，不怕你笑话啊！你瞅瞅，这就是他搁上海给我带回来的礼物。你瞅那脑瓜的那脸，哎呀，马上就贴上去了啊！哎呀，你说这谁能受了？哎呀，不是。那个就从那个照片上看吧，肯定是有事儿。听见没？不是，人家都看出有事儿了。你听我说啊，就是，就有啥事儿吧，也没啥大事。你看，刘能今天你真是明白人。今天呢，你真是明白人。你看刘能都说没什么事儿，这就一个照片，我去趟上海，对，完事给你回来留个影，做个纪念，就这么点事儿。嫂子，你看啊，我给你分析一下子啊，你看这表情，你瞅你家老头子，就是再怎么使劲往那边凑，人杨小燕搭个都不搭个他。你瞧瞧，刘你说啥呢你？那我再看看。你瞅瞅，那是吧？我跟你说啊，你瞅你家广坤那死老头子那死叔，你就说啥呢？中间一道沟，两边小树林，咋整都不是人。说啥呢？你就是说啥呢？人杨小燕压根就看不上他，知道不能看上他那样的吗？就是说啥呢？要长吧，就是也像我这样的，是不？就是一根头发也没有。光不出溜的也挺带劲，啊，你瞅他那样，带长不长，毛红的像蜘蛛网子似的。我看到他之后，三天都吃不下去饭，整天把那儿媳妇整的，就逼着他儿媳妇生孩子。你是妇产科的吗？啊，还有，那家给媳妇弄的就会说俩字儿、哎，
港坤，港坤，刘能，港坤，你复读几下？刘能，你等会儿，那个，哎呀，什么等会儿？干啥呢？有那么编制人的吗？啊，有那么编制我们家老头的吗？没有。干啥呀？就谢广坤头上就那几根毛咋的？不比你长得帅呀？你好，秃溜的，你充其量就算个蛋。啊，再磕碜，他再不是个东西，他有我说的，他也没有你说的，听见没啊？走，老头子，回家，拿着，我给你做面条去。哎，嘿，好，看过这个试演片段之后，我不知道三位评审有何感想。梁浩大老师，刚才两位演员的表现呢，称得上张弛有度，基本上把这个人物性格啊给突出得很完整。所以我说这个小品呢，是这些天我看到的最不像小品的小品，它跟我们生活当中真实的反应程度差不多。我倒觉得我们要是给《我要上相亲》这个节目，给《乡村爱情七》选演员，这种状态应该是电视剧里头的一种标准状态。两位演员表现得非常好。那么要说有一点毛病，我挑两点。头一个，这个张瑞雪上来抱了一个仙人球，到最后这仙人球也没用上。那么根据戏剧表演体系来说呢，如果一个道具你拿上来了，一点作用没有发挥，那其实这个道具就是可有可无的，完全没有必要非要拿这个体现。另外一个就是广坤的毛病，你这一般要是看上谁心里有就行了，就别跟人整照片了，留个证据没啥意思人啊。本山老师，其实这是一个接到谢广坤从上海回来下车这么一段故事。我们从剧整个这个作品的完整性看，你就是说在人物之间发生矛盾就没有解开矛盾的一点意思。因为单独看是我们独立是一个片段，但一旦形成一个作品的时候呢，就应该，我觉得一切作品在矛盾的过程当中，后来要把矛盾解开的时候，他们是温馨和谐的，就是两个人物应该还是在一个误会当中，刘能上这说这么几句话产生了小小的矛盾，只是这个扣没有拴住，后来又两个人都很，还是在那种不和谐的气氛当中分开的。但是你们两个演员呢，这个男孩呢要比头几场出来呢那个尺寸能够好一些，因为你的温度往下降了，就是你更接近电视剧里的人物了。现在小品也是都有个毛病，一旦小品走到舞台上过于放大，其实人物尺寸和分寸就都变化了，观众接受起来就很难。凡是你们稳稳的坐那把人物体现出来，小品记住一定要有人物，何况你们还是模仿的人物，但是比前边的前几天的表演都好看了。包括这个张瑞雪可能是离这个人物很远，你的年龄，因为谢广坤媳妇年龄在50岁左右，你现在可能20几岁，是不是不到30吧，就是年龄感上差了一点，但是这两个人物完成的都很好。放在一起呢，它不是个小品了，在这里好像看到我们风格的电视剧了，已经都随过了乡村爱情的这个种人物关系了和表演分寸，有进步。好了，好，谢谢三位评审，谢谢。三位评审老师给了非常中肯的评价，谢谢。我们也谢谢唐建军的助演，谢谢，谢谢，也谢谢二位精彩的表演。好，感谢大家持续关注由全球不是领先品牌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相亲》的半决赛。刚刚还是在一个战壕里面的合作伙伴，现在都要各自使出自己的真本领来战胜对手。没错，他们抽到的题目是什么？好，首先要出场的是赵博，他要表演的题目是面子问题。哦哟，来，咱们掌声有请。哎，干啥呢？你这不就想上胡同口新开的烧烤店撸几个羊肉串吗？你成整的像做贼似的呢？你能小点声吗？他还不让说话呀？算了，别让我兄弟听见了。咱俩去吃饭，跟你兄弟有什么关系啊？咱俩上这个胡同口那羊肉串去撸串去。对呀、啊。你是不是路过我兄弟赵博开的饭店的门口？必经之路。这不就结了吗？媳妇儿，你说句心里话，就我兄弟饭店做的饭菜，你说好吃不？好吃不？
哎呀，那是齁难吃，齁难吃啊，比齁还难吃呢。哎呀，差不远没给我齁死的。所以来说，咱俩想去吃串去，就得悄悄的，咱俩溜过去，别让他发现，好好戳一顿。啊，听我的。明白了，走。找啥呢？啥样丢了？没，啥样丢了？丢啥呢？没丢，不是，兄弟，你咋从这儿冒出来了呢？啊？啥话说的呀？还是冒出来的？兄弟，你搁哪拱出来的？不是，我豆芽子还拱出来呢。不是那个，今儿得了，进屋吧，想吃点啥呀？今天不吃饭。对，不吃饭。不是干啥呢？你太外头了吧？就没想吃饭，完了出门钱都没带。对，你带了吗？那带啥呀？没寻思吃饭，一分钱都没揣。骂我？纯骂我？到我这吃饭用花钱吗？啊？用花钱吗？埋汰我呢吗？那不是？兄弟，你看人家大哥，你坐快点，不是？大哥，你坐点。兄弟，能不能坐啊？坐，稳当着坐好。想吃啥，嫂子？随便点，啊，随便点。不是你，不就不想吃啥？不是兄弟，这个你嫂子这句话说的是发自肺腑说的。是，你说兄弟，你说，哎呀，就这些天吧，就一从你家这门口路过呢。不是，完了你就给俺们拽进来吃饭。嗯，这一个星期都吃八回了。你这不小事吗？不是，关键是你嫂子把你家的饭菜都吃遍了。嗯，那一合计，完就想吐。兄弟，你没听明白？不是我，你咋我让我咋明白呀、啊？不是吐了，你这都恶心了。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啥意思？不是你，我兄弟能听我好好说不？我跟你说说啥意思呢？我就说什么就你嫂子不说吃你们家的饭恶心，就是恶心，吃别人家的饭他也恶心，都恶心。那怎么可能呢？吃俺家恶心，吃别人家也恶心，俺家给拐着的。不，你这啥话？什么？我你那这不就见外？你能说听哥说这话不？不是说你啥恶心，你解释。不是恶不恶心？不是谁恶心？你嫂子本身就挺恶心。我就说一说，就你就说你听不了，不咋？你这里哎呀，不咋不咋。你就你听我说话，你听我跟哥说一句话吧。你说吧，为啥恶心呢？他怎么就能恶心呢？就是你嫂子怀孕了。不是那个兄弟，坐。嫂子，刚才兄弟说错话了啊！没有，你坐着，你听我，对不起，你坐着，对不起，你听我解释。大哥，啊，你坐着。这就你的不对了，这么好的事咋不早说呢？是不是哪有大坏人了啊？嫂子，啥时候怀的？啊，昨天晚上吧。不是昨，哎呀，大哥，你太有实力了，昨天晚上怀孕了。不是你兄弟听我说，不是、啊、那个这个昨天晚上是怎么事呢？就是到昨天晚上，你嫂子正好是怀孕三个月。对，我明白了。对，昨天晚上怀孕仨月，完今天恶心了。对，我还合计昨天晚上怀孕，今天就恶心，你这胎也太早熟了，是不是？主要现在孩子进步都快。不瞒你说，大哥。当初你弟妹怀孕的时候啊，也像嫂子似的，那牙哇哇吐啊，就恶心的，瞅啥都恶心，就爱吃那辣的。嫂子，啊，是不是想吃辣的了？没。后厨没有。做两道菜，一个香辣蟹，一个水煮肉片，多放辣椒。不是，不是，一会儿就好。不是，兄弟，不是。嫂子，啊，这儿有个大葱，你先垫吧垫吧。啊，吃吧。吃，一会儿菜就好。你先垫吧垫吧。吃。来来，掌声鼓励鼓励。辣不？问辣不辣呀？啊。保证辣的，你肚子里边那孩子嗷嗷哭。饱辣，吃吧，饱辣。吃。再来一口。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再来再来一个，再来。哎呀，慢点，那个不是，不是，大哥，大哥，哎，你干啥呢？哎呀，嫂子怀孕了，哎呀，你也怀了。接着吃，接着吃。不是，兄弟，来，你听我说，来，兄弟，让他吃。不是，你再了解那没有我了解你嫂子啊。你就你嫂子，自从怀孕这三个月以来呀，这天天事儿可多了。哎呦我的妈，这一会儿一个事儿啊，一会儿一个事儿。你看这表情没？啊，那是不想吃辣的。嗯，那个，他是想要吃酸的。对，想吃。酸辣的，龙凤胎，蒜黄蛋，恭喜啊！后厨加俩菜。醋溜白菜片，酸辣汤，多放醋。马上就上来，嫂子。啊，这有瓶醋，你先滋两口。先解解馋。不是，先解解馋，喝两口，先解解馋。不是兄弟，你别那个，我这其实一阵一阵的，这功夫不想吃酸的了。对，不想吃。想吃啥？我这啥都有啊。想吃啥你说。想吃啥？啥都有。想吃一。羊肉串有吗？对，羊肉串羊肉串啊，嗯，那不早说呢啊！门口胡同口不就有一家吗？新开的。对呀，对，有新开的。赶紧去，赶紧去啊！快去啊！来，兄弟，快点！大哥，到那不用给钱，那店也我开的。其实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尤其是在我们东北。比方说一个朋友开了饭店，你去了，他死活就不要你钱，弄得你没法再去了。像里面赵国演这位呢，明显是属于那种直心眼的，对朋友特够意思的，有时候脑袋还缺根弦的，什么事还愿意往上上的。所以我说赵国演绎这个形象是非常成功的，但是整个这个小品我认为很难说得上非常完美。首先一个开场呢，铺垫这个饭店这个事儿的过程稍长，另外一个用相声的话来说呢，就是顶门包袱没响，本来是匍匐前进，两口子和他碰上了，这个应该有一个很响的包袱碰头彩没出来，所以他直接影响了后边整个小品的节奏，整个节奏显得拖沓一点，就我们说这个包袱和冲突稍微少点，所有的冲突都集中到赵伯一个人身上，两面说啊，跟嫂子怎么着，最后利用嫂子怀孕这个事儿来圆情节，所以这个演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显得得卖力气，显得吃力，就是这个小品本身呢没有拖住这个演员，但是赵伯本身在这里表现的确实非常到位的，很不错。好，姜昆老师，刚才这个小品为什么说我们这个老师说就有点不算太成立呢？就因为他没有找准他要说什么，而只是从戏剧冲突当中来表现，要表现一个人的表演或者语言的能力或者相互之间的矛盾，他没有告诉你这个小品要干什么。这个现在我们用吃饭来表达感情，可以管它叫热情的虐待，很多人都不爱吃饭。对，那么所以现在这个呢小品呢可能在孕育着更深刻的一个主题，但是呢这个小品太局限了，没有表现出来。不过赵伯的演出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一点点的走向成熟，慢慢放松了，确实像本山老师表扬了你那样。本山老师，即使呢你是一个很大气的一个老板，每一次他路过你这个饭店，进去就拽屋吃去，在拽屋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不给钱，你他一直记账，就是记完账到年底还会算钱，因为他这个喜剧点没有喜剧点，就是到这儿来完了扯一段说他怀孕了，就拿来缝这么点包袱，他整个作品呢没有真正的建立矛盾，一没矛盾了，这种矛盾显得不自然，就愣抖包袱，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你演的状态没问题，就是你要就完成这个人物演得特别舒服，但是它里头没有事件，就包括小伟和这个毛毛出来有点铺垫过长，就几句话过去了，就别的一走就路过咱的哥们了，你说不吃还不好吃吧，你说这天天他都快吃吐了，咱赶紧绕过去就够了，你俩介绍太长了，就像一个主持人在那介绍下一个节目要演啥，要怎么去建立冲突，完事你们就爬出来了，爬出来这个动作有点过大，就是它是一种夸张的手段，这个小品最忌讳那些太夸张离奇的东西，
你俩一那么走道呢，完了遇上了就觉得后边应该有个大包袱，但是没有。我们一般要想从哪儿过去，肯定是毛贼高，你得走不能爬，地上可能很脏，然后爬到那儿正好他在里边洗菜，因为花往出倒盆水，把这个包袱出来可能会更自然一点。但不过演的还挺好，要不然演的挺好。那么接下来呢，要出场的是张瑞雪。评审老师在赛前给他的题目呢，只有两个字：欺人，就是欺人太甚前面那两个字。啊，欺负人是吧？你可以这样理解，但是你可以往后继续延续。来吧，这个刚刚本山老师都说了，咱主持人别说那么多。接下来啊，看看张瑞雪怎么来表现“欺人”二字，掌声欢迎。你说这人要倒霉啊，这喝口凉水都塞牙。你说今儿早上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哎呀，老不得劲儿了。我合计上班之后到那马路对面的诊所我看看，这家可好，一去没把我气死。进去之后啊，人家医生连正眼都没瞅我，歘歘就给我开单，就让我去检查。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就跟个走马灯似的，这儿检完检查完了检查那个，这家钱没少花啊，光这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最后弄半天我是岔气儿的。你说气人不啊，多坑人呐啊。你是怎么会是他呢？太巧了，哎呀，冤家路窄呀。我说这咋还挺面熟呢？哎呀，那能不熟吗？我在你们医院跟所有人都快混熟了。是吗？嗯。我说丫头啊。要丫头呢，我爸才真叫我呢。啊，我说这个不叫丫头，我说你这个老妹儿啊。你别整那亲，谁是你老妹儿啊？你多大就叫我老妹儿啊？我说老娘们儿啊。叫谁老娘们儿呢？啊，叫谁老娘们儿呢？到底叫啥？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儿。好，那个我说小丫头啊，我这个电脑坏了，你给我收拾收拾来。挂号。我是来修电脑的，我挂什么号啊？你说的话好像到我们诊所似的。哎呀，我们这个店儿啊，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我要不给你挂个号，我知道哪台是你的，万一给你修错了呢？你这个小丫头，你这充其量也是个登记，你怎么能说挂号呢？行，挂就挂吧。内科外科。这怎么还有内科外科呢？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吧，你这电脑如果外壳坏了的话呢，你就要挂外壳，懂没？啊，你那是内壳和外壳。哎呀，哎呀，这怎么理解吧？那我的显示屏坏了，你说是应该挂啥吧？显示屏。这多明显呢，那是门面，当然是五光科了。哦，那要是喇叭坏了呢？耳鼻喉科。那要是线路坏了呢？肛肠科呗。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得，你是不是来抬杠的啊？你修不修电脑？修。那你就给我挂个内科。哎呀，我们这个内科啊，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还有专家，你看你挂哪个号呢？我你妈，这咋这么那么麻烦呢？啊，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普通号呢是5块钱，进来就拆，拆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主任号呢50，进门就拆，拆完看着装。这个你还兴许有俩收获什么的，就拆完之后兄给你剩俩零件回家。这个专家号吧就比较贵了，150啊，拆之前啥样，拆完之后还啥样，你看你挂哪个号啊？你要这么说呢，那我就给你150，我把电脑拿走不就完了吗？那也行啊。欢迎您下次光临。不，你这啥？我是来
修电脑的，你得给我修好啊。那我也得看你得的是不是绝症啊。你修不好，我上你这修什么啊？啊，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都上你们诊所，你就能都能保证给人治好啊？你这小丫头，我跟你说啊，你说话吧哈，挺野人的，但是呢，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看看，我告诉你，我这台电脑，绝对不是绝症，它就是上不去网。哎，那行，那你也别着急啊。我这样，我给你登记一下。对，姓名。王小丽。我不是我修电脑，你还是修我命啊？哎呀，是跟不明白的人唠嗑太费劲。我是说姓名啊，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牌儿的？你没看着吗？苹果。跟你说，别的电脑能这么容易坏吗？性别。你重说一个词吗？性别。你家电脑还分公母啊？我说这性别呀，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色儿的？一般我们这儿呢，就是说黑的或白的，统称为男的。那我这哄的就是女的呗？答对了。妈呀，我使好几年了，我这电脑是个模子。你有医保卡没？我来修电脑，我什么医保卡呀？哎呀。那你这到底是不是公家的？需不需要报销啊？你这你还不明白吗？你这个人太麻烦，这是我个人的，是不是？我那诊所也是我个人的，我所有的消费都是自费，你明白不？啊，好了好了，你要早这么说，我早就明白了啊！来吧，拿单儿去检查去吧啊！这是你的，这也是你的啊！喂，我看，妈呀！这是什么乱七糟的？怎么的了？有不明白的吗？这是磁共振、CT、心电图，这什么玩意儿？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个磁共振呢啊，就是说吧，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有没有开焊的地方。这个 CT 呢，就是看你这个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啊。心电图呢，就是看你的电路啊有没有损坏。验血呢？耗电量。验尿呢，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哦，哎呦，修个电脑太麻烦了。你们这怎么乱七糟的啊？乱吗？乱了。啊？挺乱的。哟，这不跟你们家诊所一个程序吗？不是，这行了，抓紧时间吧。一会儿主任、专家什么的都下班了啊。我去，我去了。往那边走啊。哎，我去了啊。看你们，就对付这样的人啊。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哼，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糊弄人。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架势花了好几百，把我电脑拆不稀巴烂呐！哎，拿来我看看。你看看这单子。哎呀，不错呀。啊，你这电脑这各项指标还都挺正常啊。哎，你说话就不对了，他正常他怎么有毛病呢？哎呀，那这个具体怎么个毛病你就得住院治疗了。我修个电脑还得住院？我那天天有病人来，我没有电脑我怎么给人开药方啊？那要照您这么说的话，你要是没有电脑就开不了药方啊？对呀。那你这不是合着拿电脑糊弄人呢吗？你这叫什么话呀？上电脑查查资料，现学现卖，谁不会呀？那你实在是挺不了的话啊，那你就转院吧。往哪转？我告诉你个地儿啊，你呀就到沟帮的火车站对面第二个胡同，然后你就一直往里走，走大约50米左右呢，你就往左拐，然后呢再往前走大约50米左右，你再往右拐，这个时候你再往前走，你可听吧，你可听吧，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的电脑不修了。啊，那欢迎您下次光临。小丫头，你记住了啊，没有见不着的亲戚的面。你看看，下一次上我那看病去，我拆不碎你，我说你长得结实。三位评审老师，喜欢这个小品吗？这个小品让我们感觉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构思是很精巧的，而且最后的底呢，其实托起了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这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大家互相不信任的话，恐怕这个医患关系也很难走向正轨。这里面呢，从节目的编排上看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显得夸大，就是无论是医院里边什么样程序，都原封不动地对应到电脑的修理程序上，这个有一点夸大，稍微超越了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度。再一个呢，张瑞雪这个表演上呢，你在医院里刚刚费了挺大劲，应该是一肚子火，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的是先压住这个火，冷静地按照医院的程序来处理这个医生的电脑，然后压着压着你压不住了，后边的情绪出来了。可是如果自始至终你都这么冷静的话，那么好像感觉你这是诚心在刁难这个大夫，就你原来那种情绪没有出来。当然这个小品本身呢，我认为主题意义是非常好，像这种既有讽刺意义同时又有社会正能量意义，这样的小品要是我看着，我就得让他上春晚，谁知道有的人看了那不定咋想，咱没这权利是吧。好，谢谢梁老师、江昆老师。这是个讽刺小品，里面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东西，就是用医疗所存在的弊病跟一个电脑，它大家经常熟悉的一些故障形成这种对比，有的时候比较巧，这种巧呢就形成了意料之外的东西，比较精彩，冤冤相报。你这样的话一来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搞不好了。如果说是换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我认识到了这个不好，但是呢他死活他不认识，那么好，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最后哦，感觉你都是说我呢，哎，早知如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有这么一个逻辑思维的话，恐怕它的积极性那个意义就更大一些。我就这些意见啊。谢谢老师。本山老师，首先我说这个作品很好，就是他的巧合，一个病人跟他一个病人的经历，完了呢，大夫又来到一个环境去修电脑。应该是啥样呢，就是你们前面不用铺垫，坐到那儿来修电脑了，你就是一个职业的，不是到这儿认出了他了，哎，你前一段给我这看过病啊，是吧，他说我花那么多钱，但是最后不还没看好，把这稍一铺垫你就出来了，按照这个你的来挂号，这一下就包袱就建立起来了。但回过头来你要用那种方式去提醒他，不是报复，是一点一点的提醒，说你这样吧，你得猜多少钱呢，用不着完全按照医疗术语去说，用一种提醒，用一种他说那我来修个电脑，最后把这个电脑修废了，说本来就没啥病，最后是个欠费，就用这一种很温暖的过程去解释，作品呢也成立，而且呢又会非常好。就是我们一旦建立矛盾的时候，你的矛盾冲突是大的，你所有事件你的语言带过激，这个人物就觉得显得放大了。不过这个东西很好，你演的也不错，好吧，谢谢老师。那我们第一轮的两位选手已经表演过后，接下来再次把张瑞雪和赵博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这个赵博啊，这个选手是非常好，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这种感觉嘛，他就是那个非常热情，是非常执着那种感觉，看着挺简单，后来我仔细瞅确实挺难，演起来那就更难更难了。在这里我祝福你，因为你一路走来表现得非常好，祝愿你一路过关。这次跟以往的角色不太一样，没有太多的笑点和包袱，但他讲的一个事儿呢是现在就是非常普遍的一个事儿，进步很大，他现在是哪方面他松弛这个方面挺进步。教我最多就是一个就是这个演戏的一个节奏，他的节奏感就特别特别的好，然后他能告诉我在哪个地方使包袱会寸。希望小雪再接再厉，最后一关闯过去，努力啊，这个给你加油。两位选手已经表演过后，那按照我们的规则，首先要请我们三位评审老师来在二位选手当中决定哪一位直接晋级，另外一位成为待定选手。三位评委的一致认同的晋级的事，张瑞雪。恭喜张瑞雪成功晋级。好，恭喜。
也希望我们张律师在角色当中有更出色的发挥。看大家都非常喜欢乡村爱情，是，我觉得在所有乡村爱情的故事当中，长贵和大脚他们的爱情应该是最跌宕起伏，经历了最多坎坷的。这个大风大浪，小磕小碰，对，这都太正常了。真的，是不是？我们一提起这二位，想都不用想，没错，就是这个经历了磕磕绊绊，很正常。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不光是自己会没事出一些小磕磕绊绊，而且有的时候会伤到别人。不信，咱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哎，大乔。哎呀，你不值班吗？你咋回来了呢？不值。还不值了？有事啊？哎，镇长不让我值的，让我跟你说点事儿。啥大事啊？还惊动镇长了吗？那个镇长两口子要出门，完了叫王云回去看女人家。镇长说的，这面子给啊。镇长是真说了还是假说的？我都放假了，镇长要不给我放假，你说我能赶回来吗？就让我办这事儿，你说真假的？这你自己的意思吧。瞎说啥呀？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扮演长贵的屈俊光，还有挑战王源的蒋诗萌出场。有请二位。现场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诗萌，等一下我会扮演王云。我是屈俊光，我扮演的是长贵儿。在这戏里呀，大蒋是文威，我们俩吃了一坛子醋。其实我特别希望导演可以让王云和长贵儿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希望二位有精彩的表演。接下来还让我们有请出为他们助演的大脚于月仙。有请。哎，王云呐，长贵啊，你这干啥去你呀？我这上村头接货去了，哎，又上了批新货。哎，不是我批评你，以后有这活你喊我一声，我帮你搬。哎呀，别看你胖乎乎的，你那都是虚胖，哪有我结实啊？就这玩意儿根本整不动。你看看，哎呀，你看，哎，不让你搬非得搬，累着了吧？咱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你那身板啥样我能不知道啊？腰又累着了吧？腰那啥，你在镇上工作忙，家里有啥体力活你就让我去呗，我和大脚打替班呗。不是这话让你说的，你好歹也是秦站长的大姨姐吧，那是皇亲国戚。说啥呢，咱俩的关系谁跟谁呀？就算我是奥巴马的大姨姐，只要你长贵一句话，那我王云都是心甘情愿。那这么说我说啥你都听吗？必须的。好嘞，齐镇长两口子出门了，你要回去也给帮看两天家。这事儿啊，我都给我妹打电话了，超市忙不开，我不去了。你不说啥都听我的吗？那我都跟大脚说完了，我说不去了，你不去了。他呀，你就别管他啊！一会儿我送你上镇上，咱俩偷摸走。偷摸走啊？行，你让我回去我就回去啊。别看齐三太他是镇长，在我这儿啊说话就不如你好使，我这就跟你走啊。赶紧收拾吧啊。哎，偷摸啊。啊，不用偷摸的了。看见没，我这不都准备好了吗？来来，王云过来啊。这么的啊，一会儿呢就这个箱子啊，然后你就往这儿，哎，这么一放啊，完了小包哈，完你咔这么一夹啊，完这么一挎啊，哎，你整个人呢，完就往这儿那么一坐啊，来长贵看着，完你把自行车咔那么一骑，完那么一蹬，一会儿溜达的，那不就到镇上了吗？对吧？哎呀，拿着，人我姐都知道了，不愧是好姐吧，连东西都给我收拾好了。啊，大姐你啥意思你？我能有啥意思？奥巴马说话都不好使了，我还敢拦呢，对吧？行了，别磨叽了，走吧。长贵，人我姐都知道了，还磨叽啥呀？走吧。
办不出来呀？我能走过这情况啊？那有啥不能走啊？你净整那没用的。人我姐不都说了吗？一会儿这箱子就放这，完了我拿着小包这样式的，我就坐这。完了你过来，你过来干啥呀？你到时候就一起。姐，我过两天就回来啊！你看啥？快点蹬啊！我蹬什么玩意儿？我蹬谁呀？蹬啊！蹬我呗！啥？王云呐，啊，以后你也不用跟我打替班了啊！然后你跟长贵，你俩就溜达的，完就往镇上那么一去，完小日子咔那么一过，那多带劲呢！不用回来了，真的。我大脚，你啥意思？到底啊？你说什么玩意儿呢？你是？那你心里明白啥意思？哎呀，姐呀，我这才听明白，你是不是误会我跟长贵我俩有事儿呢？那我哪知道有没有啊？咦，我的妈呀！是，那想当初我对长贵是有点意思，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王云是有点彪，可我办事我就嘁哩咔嚓，撇下的我绝对不往回捡。我的这颗心，现在那是完完全全属于刘大脑袋的。我再说了，你拿长贵当宝，那全世界人民还都得拿他当宝啊！咱俩这么多年姐们感情，是不是都白处了？不是，王云呐，别生气，他跟我闹别扭呢。你别整那没用的，我王云啥样人你们不知道吗？你心里没数吗？亏我拿你俩当亲哥亲姐看着，还怀疑我，我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了。你还愣着啥呀？说句话去啊！别说话！哎呀，快点说句话！你说吧，这句话。哎呀，哎，姐们儿，都怪我，我吧一下被冲昏头脑了，然后就小心眼儿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什么，原谅我呗。说的是真心话吗？是，我们俩闹别扭呢。真的？嗯、我王云就嘁哩咔嚓，说不生气就不生气了啊！走啊！太够意思了。那行，你还是磨蹭啥呢？赶紧的。不是你是真的假的？你给我整心胆粗的。不，你看是老爷们吗？这啥人呢？快快，赶紧的。去火车快点，要不我来了。别别别，真让我瞧不起你，让我姐都说没事了，你还在这磨磨唧唧的。快走吧。哎，那我走了。出发吧。啊啊，姐，我俩走了啊。哎，等一下，等一下。嗯，稍等啊。哎呀，还有个镜头呢。那路上慢点骑啊。行啊，行，那王云啊，你到了以后，然后给我打个电话。放心吧，啊，走了啊，姐，别忘了来信啊。上车。王云呐，你超重了，你还是坐拖拉机走吧。谢谢三位，谢谢。哎，刚刚那个，我仔细注意一下，这个车胎爆的声音是曲靖光、啊。对。哎，能不能现场再给我们来一次？因为我们刚刚没有看清楚。那个不是音效。哦。这也算一门特殊才艺，对吧？算口技，还应该算 B-box。好，谢谢三位啊！这看过这个三位表演的精彩片段之后，三位评审有何感想？梁宏达老师，这曲靖光这活儿我们经常玩，比方说在这个饭桌上，啤酒上来了，我不用的，我搁手能把啤酒抠开，你信不信？嗯，到时候不信你看着啊。活儿都在这儿，他刚才用的就这个。您这活真没有他这活好啊。我说这个小品，有两处我刚才看觉得闪光点，一个是体现在于月仙身上，在最后他要送你俩说快走吧快走吧，他先停下来把长贵衣服啊给整理整理，把线头给揪一揪。其实这一幕特传神，绝不仅仅在于妻子关心丈夫，同时要向所有的人证明这老爷们产权是我的，他是为了证明这个。
也同时也等于暗示王云，我没想多了，但以后你也别有啥想法。所以这是这个小品当中一个神来之笔。第二个呢，就是蒋诗萌整个的演绎过程。大伙儿注意，王云这个角色，他是执行眼儿，他可不傻。执行眼儿的特点呢是，我在我的思维方式里我就这么认为的，但是我只要稍调整一下思维，你意识到的东西我也都意识到了。所以王云这个人物是对的，就是一开始他在他的场景里就是要到镇上给自己这个妹妹家看家，他没有想到别的，所以就无所谓，觉得你驮着我走吧，他在这个里边。可是谢大脚上来一怀疑，他这时候突然说，哦，原来你怀疑我和长贵有事儿，马上之后这个表现转过来了。所以我说蒋诗萌演绎这个王云都在人物里边是真实的。相比之下呢，我要对瞿俊光提一点意见，就是谢大脚一上来说你俩这是不是有事儿，你给我们的感觉呢，像长贵是个明白人，想的本来就多，应该首先表现自己的委屈，不对，我没这意思，你看，然后才是愤怒。可是你一上来就带着一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就我直接就拆开这个扣，我就跟你对着干，这个多多少少使人物的转变显得愣了一点，快了一点。所以我觉得表现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这个转弯的地方上，可能这个蒋诗萌演绎这角色更加可信一些。好，谢谢老师。谢谢梁老师。姜昆老师，徐静光演这个角色呢有点吃亏，因为本身常贵这个演员就是喜形无色怒形无色，他就什么东西都是搁在肚子里头，表现的总是在那个就是隐隐约约当中。所以呢，像你一开始学王大拿也好，后边学这个别的演员也好，都能够充分的表现你的技能。所以在这个演员的这个分寸的把握当中，你更靠近长贵的话可能就出不了什么彩。但是呢，我要说这个诗萌几句，就是在同等的一个光线下，在同一舞台当中，好的演员身上总是能够放出光彩的。谢谢姜昆老师。本山老师，这戏呢，徐静光呢稍稍演的费劲了一点，就是蒋诗萌呢，应该王云这个人物的性格把握呢，其实这一段来讲是没有什么戏的，它不适合一个小品去完成的。你们演的是电视剧里发展的这么一个故事，应该说是完成的很好，看一看你们自己那个作品吧，这个我先不多说了，好不好？嗯，好。我们也再次感谢于月仙的助演，也谢谢二位精彩的表演，谢谢。谢谢。好，感谢大家持续关注由全球博士领先品牌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相亲》，今天呢已经进入到半决赛，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刚才二位选手的即兴小品表演环节了。哎呦，他们在两个小时之前，在我们三位评审那里抽到的题目叫做生日，没错。哎，那为他们搭戏的呢，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月仙，同时还有小素清，共同跟二位带来精彩的表演，掌声欢迎他们。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对他有任务。对不起，老婆，你还知道回来呀？我又回来晚了。哟，老婆生气了，老婆又生气了。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我今天正在训练，当时有个动作啊，我这一趴，哎，你怎么了？啊，你有没有摔着？啊，摔哪儿了？哎呀，你讨厌！笑了，笑了。生日快乐！谁的生日啊？是你过生日，你生日快乐！哟，又忘了，又忘了。谢谢老婆，记得给我过生日。真一个好老婆呀，每年都得为我过生日。老公。你太累了，我把自己交给了部队，却把整个家全交给了你。你是最辛苦的，老婆，谢谢。不用谢。祝队长生日快乐，长得年轻漂亮。这帮臭小子，好，好。谢谢，也谢谢你们，你们也辛苦了。为人民服务。去进攻。到。我命令你，马上归队。是。
儿媳妇儿，别等了，他都牺牲这么多年了，回不来了。妈知道你年年到今天等着给他过生日，他会知道的。孩子，咱们不哭啊，不哭，来，咱们给他过生日啊，来，谢谢三位给我们带来这么温馨、这么震撼人心的一个作品。对，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屈君光这位演员本身他就是一个消防员，掌声送给他。我们不仅要把掌声送给我们可爱的屈君光，也要献给全国的消防武警官兵，谢谢你们。三位评审看了这样一个感人心的作品，有何要说？我们首先为这个小品反映的主题喝彩。第二个，我们希望全场观众咱们再鼓半分钟掌，让于月仙从情绪里稍微走出一点，好吧。其实我们也需要从情绪里往外走一走，因为这个小品随着节奏往前推啊，一点一点把我们带到一个可以说很悲痛的场景当中。当然这是一个很主流的作品，那么这个小品里面呢，我倒觉得最吸引我的其实是于月仙和小素清两个人给屈君光助演，但是我们全场目光几乎大半会聚集到于月仙身上。他好在哪儿呢？我们看少女对英雄的崇拜和爱慕，少妇的深明大义和对老公的依恋，以及未亡人那种痛断肝肠的感觉，于月仙把它都体现出来了。所以我说这里边屈君光呢稍微吃了点亏，戏少了一点，所以这个作品上还有打磨的余地，但反映出的这种主旋律的思路和正能量的这种给我们带来感染力，无疑是今天最感人的一个小品。谢谢三位演员的演绎，谢谢梁宏达老师、姜昆老师。屈君光演的这个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我觉得不管你选得上选不上，这个小品今天可能是对你的同事、对你共同战斗过的战友都是一个最好的这样一份答卷，让他们看看
你代表他们，而且在这个舞台上把他们的心中最美好的愿望以及大家对他们这种热爱全都表达出来，我觉得今天这个小品是你最大的胜利。我都觉得这个小品从他俩的相识是救的，救他之后完了呢约了他过生日，他俩就相恋了，这个开始很好，中间呢有一次就是两个人相好的过程了，已经过上日子了，他在外边执行任务，后期过在这个时候就是你们有意的设计了他要死的这个过程，一是照片挂那了，二是我知道这个底了，所有的工作都是前两边呢，前两次都是应该在一个很温馨的过程，他急急忙忙回来那边就来电话了，不行我们这执行任务你赶紧回来，完了跟他媳妇解释，没法解释，媳妇就搁那替他唱歌就完事了。第三番我都觉得曲云光这是你在表演，主要是突出你，他俩演技怎么好他都躲你，第三番应该是个父亲出来，曲云光扮演一个老父亲跟儿媳妇说，或者是扮演月仙的老爹，他说他已经走这些年了，你这些年都没嫁人，你应该，哎呀，我们家你对这个家里应该这是温暖的，我就是这点意见，还不错。好，梁老师有不同的意见。其实这也是曲俊光所代表这个群体的精神，消防队员嘛，甘当绿叶，是吧？好，谢谢三位评审，也谢谢于月仙和小素清的精彩配合，谢谢二位，谢谢。谢谢三位非常精彩的表演，那三位表演过后呢，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蒋诗萌带来的即兴表演了。哎，蒋诗萌抽到的题目很有意思啊，叫做肺腑之言。哎，那为蒋诗萌助演的是谁呢？程野。有请。
的意见，梁宏达老师，我是2005年戒的烟，到现在戒了8年了，我的感觉是，起码这个肺的感觉非常舒服。以前早晨起来经常有痰咳嗽，所以刚才呢，这个蒋师梦一上来，我看到你这个胸前的标志，我马上就想起当初做体检的时候看的片儿。哎，当时我就明白了这个小品的主题是什么，一定是注意环保，谢绝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我倒觉得这个主题呢，并不是今天这个小品我们所要体现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小品我理解就是成也陪着你把你的才艺再展示一遍。你看无论是溜冰圆舞曲，还是那骑马舞，还是后边这个你们双方展示的大秧歌，这其实都是为了展示你的肢体语言的。因为我们这些天看了蒋诗萌好多小品，应该说蒋诗萌，我个人啊认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我要上湘西这个舞台上，蒋诗萌可能是最全面的，基本功最好的一个演员，就是基本上唱练做打这些行当都全了。就是你刚才我们看到的，你其实体型很胖，这个舞姿很难用美妙两个字形容，可是我们就是爱看，一见到你跳就高兴，这就是一个演员的台缘。你有了人缘，就有了这个财源，有了财源，你在这舞台上就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家园。我祝愿你越走越宽，好吧？好，谢谢梁宏达老师。姜昆老师，我呢是咱们中国这个控烟协会的这个副会长。为什么不叫戒烟呢？因为戒烟确实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要控制，尽量少抽烟。但是这个我真是应该建议我们的控烟协会把它当成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文艺宣传的这么一个作品，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小品还是不错的。谢谢老师。这个作品是应该非常好。我就是个吸烟者啊，有时候我一拿出烟给他俩，他俩说啥都不要。我看着这个作品，你很有感想，就是争取得把烟戒了。确确实实抽烟是个不好。你看演这么天呢，就他没抢跑你的戏，因为眼球在你这儿，你无论是在舞蹈啊，在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是一个很有色彩的人。再次感谢程野的精彩配合，谢谢程野。也谢谢蒋诗萌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那第二轮两位选手的即兴表演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再次把蒋诗萌和曲曲光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二位。因为他演小品的细节啊、人物把握呀、转换呢、他各方面把握的尺度，哎呦，这个分寸把握得非常好。这个肺腑之言里面呢，表现出这个肺的喜怒哀乐，然后我们采用的是一个舞蹈的形式。他是活灵活现，别看他胖，但是他不管是扭啊是跳啊，是非常身子骨非常活非常可爱的。嗯，我对我自己还是有信心的。蒋诗萌，我说你行肯定行。就在这个小品里边，他是演的他自己的本职专业，就是消防这块。最愿意演的小品这种题材，所以说有一种就这个水到渠成的感觉。整个人的状态里边，通过他的眼睛，你能感觉到他那种坚毅。演说实话，演得很过瘾。曲俊光，你是一个好样的，纯爷们儿，看好你。今天两位将要接受一个结果。没错，三位评审老师将会在二位选手当中选出一位直接晋级，另外一位成为待定选手。
你演了个废，我要顶你呢，就是疯狂石头的一句话，顶你个废，讲是吗？好，现在戚劲光已经是待定，在上一轮精彩的表演当中，有一位也是进入了待定区，那他的名字叫做赵博。在爱好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次机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之前那几部初赛也好，是只是一个过程，给评委和百姓一个印象分，这个是最关键的时候。赵博，一定要加油，你是最棒的。精彩过后，还是很期待两位到底谁留谁去呢？三位评审，两位呢有一些共同的地方，就是首先把握人物呢都比较准，很有灵气，接了这个人物之后呢能够尽快的进入到这个人物核心，这是你们的长处。但是你们俩身上呢也有共同的一些缺点，比方说有的时候呢把这个人物呢给无限的夸大。三位评审统一意见告诉我们这个结果。我们三位评委的一致认同的晋级的是赵博。生恭喜赵博成功晋级国药上象棋的决赛。我说几句啊，戚劲光呢，你呢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人，你还有表演天赋，虽然说你出局了，我们相亲也马上就快开拍了，如果里边有需要的小人物，警察消防我一定找你。好，谢老师，谢老师，好不好？我一定让你在相亲里出现，好不好？好，谢老师。哎，这戚大哥一直都是跟着我们笑呵呵的面对每一场，他呢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很开朗的人。戚大哥在生活当中排练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百姓演员最认真的一个，没有人再比他更认真了。除了陪老婆一起吃饭、陪孩子一起看书之外，他所有的时间都是在琢磨自己的剧本，琢磨自己的角色。所以说，我们这个舞台需要我们百姓喜剧达人的同时，也需要一个认真的演员。掌声送给戚劲光。祝福两位老妈能够健健康康吧，让我能多吃过几年。我的爱人是癌症，祝我的爱人能够战胜病魔，能够跟我多生活几天。祝我的女儿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长大以后能够为家庭承担一些。全球不是领先品牌温碧泉独家冠名播出的《我要上相亲》，下一期就是我们的总决赛，我们期待三位晋级的百姓喜剧达人的精彩表现。在这里再次感谢简单快乐幸福中国老村长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再次感谢三位评审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现场的观众，我们决赛再见，拜拜。失败了，但是我一点不悲伤。上舞台我学了很多很多，每个演员他们的风格，包括评委老师对我的点评，这都是我一生受用非常。我老意外，老意外了，真的，我没想到我今天能第一个晋级，下一场我一定要更加努力。张瑞雪，加油！当时宣布我待定的时候，我当时人崩溃了。不知所措，我还以为被淘汰了。下一次比赛当中表现得更好一点，争取别待定了。要感谢那个帮我助演的老师们，决赛见。